哎，对对对，兄弟，力哥就全靠你了啊！你就等着发大财吧！哎呦，啊，哎，瞪大眼睛仔细看看，这字里行间呢，全是人民币。哎呦，这是外国字啊！哎，这是人家钱先生为你的饲料厂做的一个规划。哦，一旦上马呀，啊，一年可就是这个数，100万。再加个0儿，啊！1000万！钱先生说了，如果有了资金，马上呢就搞那个肉联厂。你看，这是肉联厂的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呦，这我都没想到啊！你看看这。哎，李哥，我这两眼不是琉璃球蛋子了吧？不不不不不，绝对的火眼金睛啊！这就叫做。 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我是有水有龙，灵上加灵啊！啊！哎，兄弟，钱先生呢？哦，他刚才出去了。哦，哎，兄弟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真是我爹妈上辈子给我积了大德了，真的。来，你看这儿啊。 这儿再使点劲儿。哎，还疼啊？又疼又麻。我在琢磨着，你这可能是着凉了。贴上膏药就好了。这儿哪有膏药啊？明天一早啊。 爷爷就去买，哎，千万别买，省着点儿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哎，不就是一张膏药吗？我去。韩叔叔，琪琪，琪琪，快看，哎呀，这是什么？韩大夫啊，齐阳，奶奶快看！韩大夫，叔叔，快谢谢叔叔。韩叔叔给我买个喜羊羊。老让叔叔破费。大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啊，那几年伺候琪琪他爸。 落下的毛病是啊，哦，哎，大叔，您最好啊，用那个毛巾给他弄点热水，在腰上敷一敷，这样有助于活血。啊，用热毛巾啊？这样吧，你们等一下，我马上就来啊。哟，韩大夫，你看这，哎，这个韩大夫啊，我总感觉他就好像欠咱们家似的。 就是咱亲儿子也做不到啊！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懒羊羊、沸羊羊、暖羊羊、软绵绵、红太狼、灰太狼。啊，请问暖水宝在这儿卖吗？那边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啊，我问一下，那种插电的暖水宝有没有？啊，有。啊，谢谢。 那种护腰的止痛贴，您这儿有吗？给我拿一下好吗？啊，谢谢。啊，就是这个。多少钱？要吗？啊，就这两个。哎，我自己来吧，你帮我找钱。给。啊，对，谢谢啊。 你说韩大夫一个人单身过日子，多不容易呀！韩叔叔可喜欢陈诺阿姨了。哎，你要不琢磨琢磨，给他俩撮合撮合。哎，你昏头了？人家陈导游有男朋友了。哎，这要我说呀，只要是没结婚，都不算数。哎，你可别瞎乱来啊！ 哎，这热毛巾敷着还舒服吧？舒服多了。哎，大妈，哟，韩大夫，咱把这个贴上。啊，这热毛巾啊，把它拿掉吧。啊，好。韩大夫。
谢谢您了。哎呀，不客气。大叔啊，明天早晨呢，把它给接了，然后把这张给换上啊。都这么晚了，您在哪儿买的？哎，就在楼下。真麻烦您了。不客气。这是什么呀，韩大夫？这个呀，叫热宝。哦。然后呢，咱们把电插上，啊，等它热了以后，把它装在袋里。 给大妈敷在腰上，晚上睡觉就这么带着，啊！哎呦，好，好。哎，韩大夫，这得多少钱呢？哎呀，这是我给大妈买的。哎，不不不，不行不行，韩大夫，哎，那可不行。这一次次为我们破费，我们的心里过不去。就是，听我说啊，你听我说，孝敬老人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。哎，不不不，这钱您一定要。听我说，谁呀？我看看啊。哎，谁呀？ 哎呦，韩大夫，钱先生，您来了。韩大夫啊，来来来，钱先生，哎，钱先生，大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哦，老毛病，没事儿。钱伯伯好。哎呦，你也好，琪琪啊。您看，这是韩叔叔给我买的《喜羊羊》，好看吗？真漂亮，看，我也给你带了一份礼物。嗯，图画书吗？大叔。 这是咱们旅游团的一片爱心呐！这我们不能说，我们不能说。钱先生，钱先生，钱先生，这些钱不是大伙给你女儿上大学凑的钱吗？啊，叶先生给我们的那份啊，我已经收下了。这是我们大家捐的另一份，你们比我更需要它，大叔。 您无论如何得收下。哎呀，不，钱先生，这是大伙对您的一片心意，我们不能收，不能收。不不不，您一定得收下。不，大叔，这张卡可不是一般的卡呀。我曾经想到过死，是他让我看到了生。 让我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。我们家是有不少难处，可我毕竟年富力强嘛。我只要努力工作，这个家我能撑起来。但是你们就不一样了，你们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家里还有常年躺在床上的病人，以后啊。 用钱的地方多了，啊，您就把它收下吧。你们都是好人，好人呐，钱先生，我们全家谢谢您。不不不，要谢呀。 咱们应该谢谢咱们的旅游团，谢谢陈导游，咱们这次算是遇见真佛了。是啊，是啊。 常兰，哎，我是姐。姐你好。 你和董事长谈的怎么样了，姐？放心吧，我爸现在很关心我和小姐。他希望我们能尽快把关系定下来，是吗？而且他说，这直接关系到集团的利益。常兰，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。董事长马上就要做决定了，对肖剑，我们俩得双管齐下。 你抓紧时间找他谈话。今天晚上就要他表态，咱甭客气。对，很快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好，谢谢姐。好，再见。嗯。唉。爸。
妈，保佑女儿顺顺当当的把弟弟的事情办成功。姐，哦，回来了。哎，又和谁吃饭去了？同学呗。坐下，我跟你说件事情。我也正好跟你说件事儿。你说。你先说。你知道潘总住院的事吗？知道。去巴黎开会要换人了。姐啊，你又瞎联系了。他为了推荐你去开会，才装病住院的。你听谁说的？常兰。难怪董事长明天要找我谈话呀。董事长很关心你和常兰的关系，他要你们俩尽快把关系确定下来，说这直接牵扯到集团的利益关系。你想想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明明就是说，董事长要有大举措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你懂不懂？啊？你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姐，我这两天憋得慌，想出去跑跑步。哎，明天常兰找你谈话，你赶紧把你们的关系确定下来，知道吗？哎，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？知道了。老板，哎，有没有啤酒啊？有。提的时候注意点啊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慢走。一言难尽，盲目的爱。
晚给我打电话，你是在家吗？诺诺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你。我也想你。今天我去你家看咱妈了，她正在给你做婚纱呢，漂亮极了。真的？可是我也给你订了一件婚纱。那不更棒了吗？我有两件婚纱。今天我和咱妈还商量了布置新房的事儿。哦，那我妈是怎么说的？先把新房子搬在我家里。嗯，妈妈说的对。等明天我就去买火车票。后天我和阿姨准时到达九华山。谢谢你，亲爱的。承诺。你听着，你死了这条心。九华山的，喂，萧剑。诺诺，你别听他的啊！后天我和咱妈萧剑上海九华山。喂，萧剑。姐，你怎么老偷听我的电话呀？你太过分了！你竟敢背着我做那么没有人性的事！这都是你逼的。你赶紧马上跟承诺断绝一切往来。这是不可能的事儿。如果你一意孤行，我就死给你看！无论你说什么，这次我横了心了，就是要去九华山，我要和陈诺结婚。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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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快，小心点。大夫，病人情况怎么样啊？有心梗迹象，等病情稍微稳定后，马上去做 CT。就这样。体谅体谅弟弟，我错了，原谅我吧，别再生气了。走吧，你走。姐，
别生气了，你越生气弟弟心里越难受。姐，姐，原谅我。诺诺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小娟跟她姐吵架。那为什么？她姐不同意我们结合。可笑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她姐姐还想包办婚姻啊？何况她也不是她的父母啊。小娟从小就没有父母，是她姐姐把她拉扯大的。她姐姐跟她妈妈没什么区别。那萧剑是什么态度？一如既往。那九华山的婚礼呢？如期举行。这不就结了？哎，他姐姐要是这么做啊，是最愚蠢的，知道吗？等你们结婚以后，他会后悔的。可是萧剑他……哎，走，回去睡觉，听我的。不烫吧？是结为连理，好，彩蝶双飞横盘树，鸳鸯戏水何沾露，宝竹双双前引导，一枝花影千人扶。好，金风吹上最高峰，千林鸟语庆生平，九十莲花一齐笑，日亭捧出一轮红，一拜天地。好，一堂喜气两家欢，黄金美玉并蒂莲，雨后春笋节节高，龙飞凤舞代代传，二代高长。好，天街夹道奏笙歌，两地欢声笑语和，惊飞云端灵雀鸟，今宵织女渡银河，夫妻对拜，一拜，再拜，三
姐！哎，姐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你怎么突然来了呢？周敏，回家去！不是结婚闹什么闹？我们外人看着呢，干什么呢你？跟我回家！姐！小姐！去哪儿？回家！我不是。回家！小姐！别怕别怕，有我在你身边呢啊。娜姐快、咱们走。哎呀怎么了？怎么了陈诺？我头晕。哎呦赶快来来来赶快躺下。哎你先休息一会儿啊，我去给你倒点水去啊。流鼻血了，哎呀，你等一下。你坚持一会儿啊，你坚持一下，我去找韩大夫啊。快韩大夫。好。哎呀。哎。陈诺。我看看。你怎么样了啊？没事。哎呀。怎么没事啊？你刚才还流鼻血了，血量体温。娜姐，啊，麻烦你让魏哥照顾其他人，先上车。哦，好的，我现在就去啊。哎，流了多少血？刚才就是一阵头晕，流了一点鼻血。这几天没按我说的去做吧。我不是说过吗？一要注意休息，二不能太累，三要注意情绪。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。你怎么是这样做的？你这样做会流鼻血。哎，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。偶尔一次，没事的。来，看看体温表。温度不高，你怎么了？还是不舒服啊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有你在，这心里边特踏实。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大地址让你带上。行行，大家好，哎，上车，大家好，上车上车，快快快，你们好，上车了啊！来，哎，这边这边，从这边过来，上快啊！上车上车，来来来，快点！你好你好，导游，今天换男导游了，是是。哎，魏师傅，陈导游呢？是啊，病了，病了，怎么病了？哎，就刚才。那不要紧吧？哎，庄教授说晕倒了。然后呢，流好多鼻血呢。哎呀，我要看陈阿姨，我要看陈阿姨。这琪琪，琪琪，这不要紧吧？这个流好多血呢。哎呀，是怎么办呢？这有危险没有啊？流好多血呢，人家庄教授说的。那他人在哪儿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搞的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赶快找医生啊！他呀，就在楼上呢啊！大家先别着急啊，没事没事。那大家，咱们的车还能不能走啊？没问题，对呀，没问题，能不能走？能走啊！这先没这事儿吗？哎呀，这陈导游，这就是好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事啊。别看医生，走啊，别找大爷了，就是，赶紧走，来，把药吃了。谢谢。Thank you.
些了吗？好些了。这会儿好多了。潘大夫，要不要去医院？啊，不用了，再观察一下。没事。陈德友，陈德友，陈德友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司马，你别喊啊。啊，陈德友现在没什么事儿，最重要的是让他好好休息。啊，不要紧，大家放心吧。啊啊，司马，你先去，去吧。啊，好，陈德友，你多保重啊。啊，哎，行，你先去吧，放心吧。那我先去了啊。这个司马。这楼下还有一大车的人呢，不行，我得去看一看。哎呀，你别想那么多了，你不能动，这个时候不能动。就是。哎呀，琪琪怎么在哭啊？不行，我得下去看看。哎，慢慢点。慢点，慢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是啊，就是，快点去吧。是啊，年轻轻的怎么了解？是啊，来了来了，哎，莫莫来了，要来，没事没事，大家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来了来了，走。大妹子说的没错，谁跟谁配对啊，我都有记号，必须的。就是，我说大家都严肃点好不好？别开玩笑了，正经点，这是个严肃的事儿。赶紧派人找找吧。军人，正经。好，我去找找看。哎，让我去找吧，辛苦了。那大家稍等一会儿啊。辛苦了，司马大哥，麻烦你了。哎，好嘞。OK。Yeah, okay. I'll go over here. Here? Okay. See? Good. Beautiful. Great. Romeo, you should go back. But I want to stay with you. Have you talked to Chen-no? No, but it's not our business.But tourist group have rules. I don't care. I can do what I want. Oh.
怎么办？你说他能去哪儿呢？给他打电话他没接，我想他可能去珊珊那儿了。那老外这么痴情啊？姐，爱情是不分国界的。那你赶快给珊珊打个电话嘛。我再打。喂，珊珊，我陈诺，问你一下，罗密欧在你那儿吗？我就说嘛，这样让他赶紧去杏花村，大伙儿都在那儿等他。你要是方便的话就送他一趟吧。好，再见，咱们出发吧。行，走吧。 Romeo, you should apologize. Why? Because you are all everybody's time. No, I didn't. That's impossible. You know, tourist group is a big family. Everybody is like a family member.You go away without say goodbye, they will worry about you. This is in China, I understand? They are like your parents. All right, so I was wrong. So you must go back to Xinhua Cun, join them. I want to stay with you. No. But I want to leave you. I see. Today is my holiday. I will go with you, together. Really? Yes.Okay, let's go. 我们马上要到达的景点就是杏花村。哎，杏花村不是在山西吗？杏花村啊，在全国有十几处，遍布了江苏、安徽、湖北、山西，还有山东八个省。但是呢，唐代诗人杜牧的《清明诗》就只有一首。我想大家肯定都知道的，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啊，是当年杜牧在池州当刺史的时候写的。杏花村在池州的境内的贵池。那么您说，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到底是在山西还是在安徽呀？1300年前的杜牧啊，没想到在他的笔下，杏花村却在今天一分为二。酒在山西，可是这杏花村在安徽。我们今天先不说这个一分为二的问题了。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杏花村的十二景。杏花村啊，真的是一步一景。哎，老潘呐，好，哎，你放心，我会妥善处理好这件事情啊。好好，再见。董事长好。哦，九点整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这个习惯好。董事长历来就是这么要求我们的。哎，坐吧。您有什么指示吗？哎，不要拘束，坐下来说啊。是。我和潘总都很欣赏你的创意，通过网络、微博等社会化媒体，高效地进行企业账户的日常运营和管理，在社会化媒体的平台上提供量身定做的营销策划和营销程序的开发，它具有很强的市场发展潜力。你说，在美国的今天，有超过80%的企业在社会化媒体上进行着各种互动营销，有将近40%的互联网营销预算放到这个市场里去，你们能达到这个目标吗？我们有3年的规划，头一年呢做到美国的2/3，第二年与美国持平，第三年要超过美国的比例。有把握吗？中国有句老话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美国人为我们开创了先河，我们不仅从中了解到了运作的方法和规律，而且结合中国的实际，又可以创造出一种更新的运作程序。好，非常好。大家心里都明白，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，
也赶不上董事长超前的意识啊。一场战争的胜利要抢占制高点，在科技领域